抱歉打扰您了啊，然后之前跟您沟通过，就是您购买那个按摩仪的问题，咱们昨天给到您方案，不是说支持您维修，咱不认可吗？啊，我昨天也包括今天上午一直在帮您及时写新的方案，但是非常抱歉啊，女士给到的回复其实是最高的方案只能支持您维修了，女士。维修修不好，失效了。抱歉，了失效了，已经失效了。那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多多就不打扰您了，祝您生活愉快，请您关机，再见。那我也不还那个钱，抱歉了女士啊，那更抱歉，我更抱歉。看这个泰昌，它这个电池是2018年11月08号生产的，就这样一个电池连个执行标准都没有，这个电机是2018年10月20号生产的。